广西十大特产。广西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，极具民族特色。那么广西有些什么特产呢？一、巴马香猪。巴马香猪因其骨细皮酥，肉质细嫩，肌肉鲜红，味美甘香，营养丰富，胜似山珍野味，遂传名为香猪。二、合浦南猪。合浦南猪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特产，其细腻气重，玉润浑圆，瑰丽多彩，光泽经久不变，素有东猪不如西猪，西猪不如南猪之美誉。三、永福罗汉果。永福罗汉果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特产，享有东方神果之美誉。四、柳州螺蛳粉。柳州的螺蛳粉闻名遐迩，具有酸辣鲜爽烫的独特风味，位居柳州风味小吃之首。五、壮锦。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，其图案别致，花纹精美，技艺精巧，可用于制作衣裙、包、背面等。六、荔浦芋。荔浦芋是广西的特产，其营养丰富，具有补气养肾、健脾胃、强身健体之功效。七、沙田柚。沙田柚果大形美，味甜蜜，耐贮藏，果实为葫芦形和梨形，果肉汁饱脆嫩，蜜味清甜。八、三花酒。三花酒无色透明，蜜香清雅，入口柔绵，适量饮用可提神活血，有益健康。九、桂林腐竹。桂林腐竹表面油润光亮，颜色淡黄，枝条均匀，烹饪后味道酥脆香甜，质地细腻。十、阳朔金桔。阳朔金桔是广西的特产，其以树形挺直美观，四季常青，果实金黄亮丽，光彩引人而闻名于世。